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叫金良拆快递啊。我们来这个快递箱有点瘪了，这个胶带是我用来当随手的，因为我骑自行车没法带，我就先把它拆了啊。行，先来拆吧。里面有一股臭味，不过那个人说了，死一只也会臭，死十只也不臭，所以他应该不会团灭到不至于。我觉得死的可能得几十只也得有吧。我靠，这么大一包！哇哇哇！好吧，每次他的打包方式都非常奇特啊，啊，这个臭味还挺浓的，嗯。这只看来是死透了。啥情况这？一二三，算了，活都拿出来了，放着吧。都碎了，我也不知道死没死啊，这就很尴尬了。看这里还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来直接倒进去吧。嗯，这个放饲料的没啥卵用嘛，是吧？别要了，这有四只小的啊，来，敞开放进来吧。全倒出来吧，一会儿再滤吧，好吧？这是太大了吧，妈呀，这是麻蜥吗？我的妈呀，你看这种多好看，把这些都弄下来。这只真的是麻蜥吗？这只变异了吧，太大了吧，这只这有好多尾巴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吗？完，好多只他妈钻进去了，我醉了，我靠，你不会死在里面吧？死里边了。我就说你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你的棉花里钻是不是吃棉花吃傻了？真的，这只你看，你怎么进去的，兄弟？出来，我服了，你给我下来，出来，这只也死了，出来，我要对你们负责了是吧？这只也死了。我服了，真的，这些钻进棉花里死的是怎么想的？告诉我们，以后我发快递绝对不能这么发，这么发是发死了，知道吗？好了啊，把这些垃圾拿出来。差不多了，那些死的我也没大概算，得十几只得有吧。我先把这只箱子挪一边去。嗯，然后那视频我已经给卖家发上去了。卖家要开箱视频，开箱视频完整的给你的话你看不完，太长了。你整理这要整理三天是吧？来，
这边也要喝水是吧？这里装满了水，我都给你们扔进去了，是吧？我实在懒，一个个来了，是吧？今天全都扔，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上菜一样，咋回事这个？其实好有问题啊。哎，好吧，哎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抓点喂蛇吧，嘿嘿嘿，挺好啊，给他们拿大的，拿断尾的啊，断尾的在这儿一只，还有没有两只啊？还有没有三只？好，嗯。好的啊，好的。这有一只，两只，还有一只在哪？你要尝尝吧，我估摸着它不需要，是吧？那我们。这块你就不管你们了，你爱咋咋的，只要都在就行，是吧？这些电材有点影响我的视觉，是吧？这些他们都吃过了，他们吃了也没长个儿，嗯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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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长个儿啊？这只长个儿了啊？这只肚子胖了，哎，在这儿胖，这些都，哎，蜕皮好了，来看看你们俩。先就窝在下边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是吧？我看看他们吃饭没，吃饭没有吃。你说你还真把我给你们的饲料吃完了，是吧？吃饭就行了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你们的话，他那天好像没有吃，是吧？这只也没有吃，这只更没吃，这只它去哪儿？在这儿啊，不管它了。他们两个都算是不用喂了吧？像这条，这条也不用喂。这条像有的对鼠有依赖性，就喂鼠，就不用喂他们那个啥，是吧？你就再抓点来。跟你们说啊，这种蛇未成年不要养，成年了也不要养，好吗？这种蛇有危险，是吧？我到时候不说吧，你们说，我天天说啊，这个人养这个养那个，就为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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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一堆狗屁理由，是吧？好，得嘞，喂完了。再吹它啊，该给你们加水了，过两天给你们再换一批电材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。我操，这天天被蛇包围，好累哦，哈哈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各位，如果你喜欢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特别关注什么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点都点进来了，你怕啥呀？真是的。哎，我想想，哎，我想想看啊，哦，我就三种毒是吧？独生人就不要养啊，不要养啊，千万不要养，不要听，不要学别人啊。毕竟他们就养独生就。